市长，走走走。你怎么了？一进来就搬家？我不愿意和那个副主任一个办公室，我看着他烦。阿周，听说你调南疆了，什么时候走啊？也就这几天吧。哎呀，你说，咱们住地窝的时候，天天在一起，现在解放了，马上就要各奔东西了。老东西，找我有什么事儿？还真有件事儿。是月季大姐的事儿吧？对，是关于刘月季的。这个事儿我只能和你商量。行了，我替你说吧。刘月季是个好女人。刘月季同志是一个打着灯笼都难以找到的好女人。刘月季同志思想觉悟高，心里一直想着大家。刘月月同志是个热心肠，啊，谁有困难他心里都清楚，而且真诚相助，对吧？对。刘月月同志群众关系好，立场坚定，爱憎分明，对吧？对。还有，刘月月同志是位英雄的母亲，她不仅培养出了钟怀这样的英雄，钟阳这样的改革能手，还培养出钟柳这样的大学生，对吧？对。你说这样的好女人，方方面面都配得上你钟匡民啊？你说不出口，我来替你说呀。哎，你要说什么？老钟，咱俩几十年了，你和我最大的不同，我比你爽快。有些东西我敢说，你就不敢说。郭文云同志，你现在已经恢复工作了，又重新当你的团长，咱们俩是老战友，一起出生入死，风风雨雨几十年都过来了。是，是这样。你们团的党组织已经恢复了，能不能考虑一下吸收刘月季同志入党？老钟，早就该这样了。月季大姐早就提出过申请。老家伙，我希望你能做刘月季同志的入党介绍人。我愿意接受这个光荣的任务。你就可以搬到自己的地窝子里去住了。我自由了。对，解放了。成功，其实吧，有些个时候我先走了，啊！
干爹，那儿昨天下雨，地窝子也冲塌了啊！孙正熬夜搬东西呢，咱俩过去帮他拾掇拾掇。快走！干爹，哎，来给我。哎，好。哎呀，运气大姐，又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哎呀，添啥麻烦呀？就说你这多悬呀，差点没把泥给压里边。扔地上吧。 干爹，哎，您的书真多。是啊，真不少。这些书买的时候挺贵的，搬起家来也很沉，卖起来不值钱。谁说的？这可都是学问。哎，是啊，学问，学问，真希望这些学问将来能派上用场。您别着急啊，我爹和郭伯伯他们都有工作了，您很快就用武之地了。 哎呀！好，好，但愿我干女儿的话能够兑现。老程，啊，你这都塌了，晚上住哪儿去？我食堂这有个临时的床，要不你上那儿住几天？不用麻烦了，这回啊，王少刚对我还算客气，给我腾了一间库房。是吧？哎，那正柳，一会儿咱俩帮干爹收拾收拾去。哎。 快帮帮我！快帮我！妈妈！妈妈！妈妈！干爹，这是我干妈吧？是。那她现在在哪儿？ 已经死了。他咋死的？他周柳，这样，我跟他结婚的那年就发了洪水，我在洪水里逃出来了，可是他在洪水就……那您跟干妈有孩子吗？我们没孩子。干爹，您是哪一年来新疆的？ 发了洪水的第二年，那是哪一年？钟柳，话咋这么多呢？快下去，帮干爹干活去。慢点。娘，我怎么觉得干妈长得漂亮哈？漂亮。 上次我跟你说钟阳和钟柳搞对象的事儿，你同意了是吧？我同意。他俩要是成了，我心里这块石头也算是落下了。钟柳这孩子现在是一心一意，可钟阳还一直把钟柳当成自己的亲妹妹，转不过脑筋来。哦。不过我答应钟柳，等运动一过，帮他找他的亲爹，让他归了宗，不再是钟家人了。 到那时候，他们俩再谈恋爱、结婚也就顺情顺理了。这我明白。老程，那你现在还不想认这女儿是吗？怎么能不想认呢？不是不想认，时候还不到啊。现在运动刚完，我这政治结论还没下来。钟阳这孩子知不知道我和钟柳是父女关系啊？ 不知道，这事儿也就老钟小孟我们仨知道。那现在还是不认，再等等。那也行，这事儿听你的。你这上班有一个月了吧？这两个月零十天了，从啥晚上上课呀？礼拜一报到，礼拜三开学。那这钱，给娘买辆自行车去。
买自行车？谁骑啊？我骑。娘，您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还学下自行车啊？谁规定的岁数大就不能骑车了？买去吧。可买自行车是要凭票的。要啥票？自行车票啊。那你就去找邵凡去，他不是在商业处跑采购吗？就跟他说是我要买啊。你这怎么吃饭的？这是用手抓，天天这样，你们俩哪学的毛病啊你？行，不过钟柳，你又欠我次人情。记住了，欠你两次，上次是给我爹买药，这次是给我娘买自行车。不对，是三次。哪儿才三次啊？你忘了那次你考试的时候，你钢笔没墨水了。这也算啊？那怎么不算？要不现在怎么是个大学生，我才是个初中生啊？这理由找的，我考上大学就用两滴墨水。我不管，反正那次是我帮你。行了行了，我啥时候拿自行车？嗯，后天吧。娘，你就住这儿吧。你听娘说啊，你妈妈要是在呢，娘在这住几天都没啥。你妈现在不在了，娘不能住这儿，人家该说闲话了。我愿意跟娘待着。愿意跟娘待着好，等娘学会了骑自行车，娘天天过来来看你啊。娘，您真的不用天天来，一个礼拜来一两次就行了。中头的饭我来做，我早上早起一会儿就把饭做出来了，不会耽误她吃的。姐做的饭不如娘做的好吃，是吧娘？嗯，有本事自己做去啊。哼。大姐，月季大姐。哟，老陈。明天我就要离开这儿了，我要走了。去哪儿啊？南江水利工地，钟市长调我过去的。哟，那是好事儿啊，你快坐。哎，对了，任钟柳的事儿你想怎么办？啊，我觉得还不是时候，但有希望了。那好，我们可都盼着呢。到了南江，我要干出名堂来，争取入党，到那时候再认女儿，咱们两家皆成好亲家。这辈子没有比这样更让我程世昌知足了。那好，我和钟阳、钟柳就都等着你的好消息了。哎，大姐，我敬重你，也敬重钟市长，你们总在帮助我、鼓励我，和你们在一起，不知不觉中就能产生一股子力量，生活也变得有意义了。你能有今天不是靠别人，都是靠你自己。老程，我们也敬重你，受了那么多委屈还活得那么有骨气。那好，大姐，那我走了，你要多保重。这两天就回来了，道啥别呀？这回不是出差，上级叫我参加个学习班，可能得一年的时间呢。这么长时间？啊，有学习机会好，多学点东西。哎，对对，我知道。跟小郑咋样了？我就是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，我都去他们家三回了，头一回去的时候，他父母也在，他也没说啥，也没撵我走。我还在他们家吃了顿饭，临了他把我送出了门了，挺客气。哟，这说明你们俩挺生分呀。第二回去的时候，
他父母不在，他也没管饭，他自己也不吃，就是一直哭哭，后来指着我的鼻子把我给骂了一顿。这说明有希望啊，你快说第三次。第三次屋都没进，隔着门就让我回去，他说他想一个人好好想想。朝刚，机会来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都三顾茅庐了，一回比一回惨。你灰心了？没有，就是三十顾茅庐我也要顾下去。那就对了。大姐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把参加学习班的保证书、决心书都交给他。我要让他看到一年之后的王朝刚还是刚参加革命时的老样子。那可不行。为什么不能是老样子？你得比那时候有很大进步才行啊。对对对，大姐你提醒的对。那要不我把决心书和保证书都修改一下，我应该让他看到一个全新的、正直的、关心同志的王朝刚。还得加上关心媳妇儿、孩子和家庭呢。对，把这个也加上，加上。你看，你这是干啥呀？起来。我就是盼着你们早点和好，快点抱上大胖娃娃。别这样，你这样大家心里不好受。来晚了，你俩还没吃吧？吃了，吃了，在哪儿吃的？在我姐单位食堂吃的。你单位有食堂了？啊，刚建好，今天第一天开饭呢。哟，好吃吗？哎呀，一点都特好吃。娘，你怎么了？娘，你感冒了。没事，没事吧，娘？没事没事。桃儿，来跟娘说实话。食堂的饭到底好吃不好吃？嗯，好吃哈。啊，对，好吃。娘，我们食堂办的真的不错，你不用天天跑了。就是娘，姐姐单位离我们学校近，放了学就可以过去吃，可方便了。我就是管食堂的，我还不知道啊。往后中午我还是来吧。行了，做饭吧啊。哎呦，哎，娘怎么了？娘，没事。月季大姐，买菜去了是吧？啊，呀，你这跟郭政委搞的是大跃进啊？这能跃进吗？你看你老是那么忙，你把时间都搞错了，是吧？结婚快一年多了，才怀上的。可不，这老郭恢复工作都两年了。对呀，在那之前结的婚。对呀，谢谢。哎。钟市长回来过没？春节回来了。哦，初二来，初四走。他现在又跟原来一样了，满脑子就是工作。这伟霆也不在了，他这更没牵挂了。跟老郭一样，大清早洗个脸就走了，深更半夜才回来，我俩连说话的功夫都没有。钟头还好吧？挺好。这不春节老钟回来跟我商量，想把他带南疆去吗？我一想，你说他这工作起来啥事都往脖子后边去了，钟涛跟着他不受罪呀、啊？我这挺不舍得的，自己也不愿意去，最后决定还是留我身边。哎，大姐，
我看你跟钟师长来复婚吧。孟伟霆都走这么多年了，咱不为别的，咱就为那几个孩子，是不？再说了，你俩搬一块过，这照顾起来也方便点啊。嗨，就这样也挺好，孩子他能想着，家里我给他照顾着，踏踏实实的，非要那名分干啥呀？也挺好，有点啥事儿自己就做主了。大姐，你真是活明白了。哎，要不谁有点啥事儿愿意到你那儿絮叨的？这事儿到你那，他就不是个事儿了，说出来都清清爽爽的。本来就没事儿。今天礼拜三是吧？啊，礼拜三。哟，我还得去趟师部。那快去，没事啊。你那清油和面粉，你让老张给你送去就得了，你别自己来拿了啊。没事儿，我行，现在还行。你这个岁数怀孕了不容易，得小心点儿。没想到这新年三号这么快就搞出来了，而且还定了型，群策群力，老中青三代结合的办法就是好。就是你爹不在啊，要是咱能够给钟市长报个喜，那才叫圆满呢。对啊，对对对。钟市长，乔副市长，我卡着点来的，没迟到吧？我们也没想到您能从南疆赶来啊，老朱啊，老朱，我得谢谢你。哎，你这孩子优秀啊！啊，来，爹，这孩子上学的时候，我没参加过他的家长会，一次都没有。毕业了也没参加过他的毕业典礼。现在有点成果，我就是再远也赶来啊，这才像个爹嘛。祝贺你，中央同志，谢谢。你娘呢？我娘说了，取得些成就是应该的，她知道就行，不来了。你娘这么说的啊？好，好，我不知道你能赶过来，这个是我的实验成果，你收下，做个纪念。我带在身上，哎，完事之后早点回家，让你娘高兴高兴啊。知道。老朱啊，哎，谢谢你。哎，哪里啊，你爹回来了啊？参加完报捷仪式坐车又回去了。你爹从南疆这么老远专程跑一趟，为了给你庆祝成功，这说明啥呀？说明你爹心里有你这个儿子，重视你。我知道，我看出来了。你哥来信了。哦，那儿，那儿。还有你嫂子照片呢，里边。娘，这嫂子也漂亮，还是我哥有福气。钟阳，哎，你别整天钻在那实验室里也不出来，别老大不小的了，跟钟柳那事儿也走走脑子，啊，来，喝点水。你先，说你呢，你别给我打岔。我想了，这事儿不行，不行。不就是兄妹吗？谁不知道啊？就是啊。我叫钟阳，他叫钟柳。我们俩是结婚了，别人看笑话。你喜不喜欢他吧？喜欢。这喜欢和喜欢也不一样。喜欢就完了，哪那么多不一样啊？反正我这心里头有障碍。钟柳看我和以前的眼神都不一样了，我也挺苦恼的。可是我想来想去吧，这事儿不妥。我看你就是搞实验给搞傻了。男人女人这就是个缘分，哪那么多不妥不妥的？
确实不妥。你呀，就是没你哥孝顺。娘，你咋这么说我呀？你哥听娘的话，也懂娘的心思。人家小毛驴都懂娘的心思，你就不行。我也懂。你不懂。我懂。今年的秋收问题，结果吵架了，一吵架就没点儿了。我说先让你睡，你干嘛等着我呀？我自己能睡吗？真的呀？跟你结婚之前，月季大姐就提醒我，给我打过预防针。她说这要让我有思想准备。说你是个工作起来就不着家的人，可我真没想到你能到这个地步。你看，啥地步啊？天不亮就没人影了，深更半夜才回来，一进家倒头就睡，连话也不跟我说。那，我今后一定注意，我改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大夫可说了，我属于高龄产妇，特别危险，生孩子的时候一定要小心。那行，小暖暖，我一定减少会议，争取早回来，啊，我一定做到。行了，睡吧，那边。不是那位。哎呀！你真睡那边啊？不是，向探长不是指示我睡这边吗？过来。好，过来，过来。你咋这时候挺听话的呀？有司令员，慢点！司令员，慢点！慢点！进来，门没锁。小郑啊，这么晚了，你坐。哎。又出啥事儿了？朝刚回来了，他学习结束了，学的咋样？是不是变成了一个全新的王朝刚？变了，他整个人都变了，变得快认不出来了。咋这样呢？大姐别急，我是说他变得太好了，好的我都不敢接受了。你这是啥话呀？你快有事跟大姐直说。朝刚他说话变了，不带官腔了，而且他的生活也变了，变得亲切了，就像个大哥哥一样。他的眼神也不一样了，他走起路来带着一股劲儿，真的我都不敢相信了。你看你这不是好事儿吗？说话吓人劲儿的。大姐，他一下子又变成这样，我还能跟他好吗？那咋不能啊？他本来就一直爱着你，你也没真的恨过他，我看没啥。可是
我以前说过他的坏话呀，我说我看了他就恶心，他要是想起这些来，还能像原来一样的爱我吗？嗨，那他当时不是气着你了吗？你也是恨铁不成钢才说的，他还能记你一辈子啊？哎，对了，有样东西大姐一直收着呢，不知道该不该给你。什么东西啊？你跟我上我们家看看去。嗯。这件衣服你还记得吧？领子上那个不是我缝的，原来就有。我看活做的挺好，就没动。领口上的补丁是我给缝上去的。啊，你缝的，活真好。原先穿这个军装的人是中团长的警卫员，已经在剿匪战斗中牺牲了。我一直也没好意思问你，那个牺牲的警卫员是不是就是你当初的那个？也许大姐不该问，又让你想起伤心的事儿了。你看，从那天看见你哭了，我就一直惦记这个事儿。钟柳这一天天长大了，衣服也一件一件的穿小了。那些衣服，不是撕了做麻布了，就是打上浆糊做鞋底儿了。就这件衣服一直没扔，我就把它洗得干干净净，搁在箱子里了。为啥不扔，我也说不清楚。可这年头久了，我突然明白自己的心思了。大姐啊，是个农村妇女，对爱情啊啥这些也都闹不明白。小的时候又都是受的旧时代的教育，只知道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的道理。可那天我一看你哭了，是为那个牺牲了的警卫员哭，我就想，那个警卫员要是知道你心里这么有他，他躺在隔壁摊上谁也不知道的坟底下，他也得知足了。你说，这个才就是爱情吧？我真恨自己，为啥不早早的进部队呢？你说，我要是一直在山东老家守着，最多就知道把矿民的孩子带大，对得起老钟家。真要是有一天矿民在战场上光荣了，我也就落个烈属啥的。可矿民呢，他能落着啥？啥也没有，我们俩结婚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感情。大姐，不是，你说这，我就觉得这爱情这东西真不得了啊。小郑，让我知道这一层的，你知道是谁吗？是你。还有这件衣裳，这件衣服那个警卫员穿过，钟柳也穿过。今天我想把它还给你。我就觉着啊，能在一起经历战斗，经历艰苦，这都是缘分。珍惜你跟朝刚的，你们俩的爱情啊。谢谢大姐。干嘛？钟柳，你救救我！我求你了，救救我！你救救我，一定要救我！你怎么了？哎呀，你快起来，让人看见是什么样子啊！你先答应我，我再起来。你出什么事儿了？你要我帮你？你借我1000块钱，过两天我还你。1000块钱？我工作才2年，哪儿那么多钱啊？
你先起来吧。我知道你们物资供应处每天都有上万元的现金流动，那是公款，一分钱都不能动的。火力就用两天，最多两天，大后天早上我一定还给你。那也不行，挪用公款是要坐牢的。钟柳，可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在外边提了一批货，现在交不上钱来，人家说要收拾我。如果今天晚上再不交钱的话，人家可就把我给废了。这个忙我帮不了。你曾经让我帮的忙我可都帮了，你不说过当我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你会帮我吗？这不是你说了吗？我是答应过你，可这个忙我不能帮，犯法的事儿我不做。行，钟柳，既然这个忙你不肯帮我，那我就只好死在你的面前，你等着别人把我给废了，不如先把自己给废了。是吗？我找月季大姐，你说你给我介绍个好对象，咋连我生孩子他都不管呢？你们可是自由恋爱的啊！我也就是从中加了把柴，可能烧过了点儿。你别动我了，我烫死了！你想点别的，转移转移，快想想给孩子起啥名儿。你使劲喘气儿，可别上我这驴车上，生生的驴车上我可帮不了你。我不想生，疼死我了！放我的手。就出来，马上出来。怎么样？郭政委，祝贺你，是个男孩，母子平安。哎呀，谢谢局长，谢谢。局长，谢谢。大姐。怎么是你呀？你说你媳妇高龄产妇，医生建议她做剖腹产，剖腹产得家属签字。你说你也不在，我又做不了这主，快过来。
医生讲说他胎位还挺正，让我进去帮他做做思想工作，让他再使使劲儿就生出来了。大姐你真行，你说的一套一套的。你这媳妇太能闹，回去好好教育教育她。毕大妈辛苦了，喝口水。来来喝点水。李大姐，你不是你生孩子，看把你累的。你这怎么说话呢你？还有我跟你讲，我生俩都没费这么大劲。你这像我像他，像你，眼睛可大了。这一颗心，不知有多沉。哎呀的珠碎，野地的伤痕迹。这一个人还能有多好？太阳与了儿，也阳与了鸡。这是我们农科所啊，帮助培育的优良品种，下了班你带回去吃啊。你咋了？娘，你这找啥呢？钟柳来了没？这孩子不是在上班吗？没有，他请了长假了。我回家一看，那银项圈也没了，我就以为他来南疆找他亲爹来了呢。那他现在人呢？